后面有很多朋友一起嗨哦，不要以为我看不到你们哦，耶、yeah!谢谢中视邀请，好，哦，我可以讲话哦，可以吗？现场直播，天朝跟哈嘎跟朋友太敢吼，哇，这么多客家朋友，按着 say 什么年年小姐快乐，我是大芭比安以为，兔年，我希望呢，大家把我拍漂亮一点，因为我没有整形，像。希望导播把我拍漂亮一点。刚刚带来别放弃，希望大家在兔年有什么梦想，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
然后也恭喜竹北市长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台爱。接下来呢，我来带来这首我的创作歌曲《黑白无常，人间如梦》，谢谢。带戏出来，对，它是说属于摇滚的，懂音乐，懂听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第一首自己创作的台语歌曲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什么时候创作的？大概3年前在创作专辑里面的一首歌。哦，我想说你过年在家里有没有啊？在家里吃吃喝喝，然后就创作这一首歌曲啊？这首歌在布袋戏界也蛮红的，真的哎。对，哎，其实呢，以为他。很常在我们新竹，尤其是竹北表演啊，对，我在每一场都遇到你，新月也是你啊，然后都是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大家的台爱，然后也谢谢中师的邀请，对，很开心。对，那在新的兔年呢，我要祝现场所有的男人赚钱赚到吐，好好让幸福的女人孕吐连连， yeah. 然后在年底之前。所有的朋友都可以狡兔有三窟，耶、yeah! ！你这祝福好特别哦。OK， 你说孕吐吗？因为有钱就可以怀孕啊。欸、你知道我们竹北是最会生的，你真的很懂祝福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以威呢？哎、欸，你那首我在过年听的摇得很厉害，那一首什么时候出来？谢谢圆圆，现场朋友要听吗？就是使劲摇，对不对？带来我的经典歌曲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而且大家都一定要点的。带来这首是。进摇，哇！
掌声在哪里？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妹快一起摇。Check it out, yo.钱太厉害了！我刚刚唱的是我史进瑶经典的回忆杀，对不对？来，现场没有阿公阿妈，举手一下。家里有阿公阿妈、阿伯，我们呐、要敬老尊贤，要孝顺，不要只是年轻人的回忆杀，我们也要有长者的回忆杀。
你们不要以为阿公阿嬷都没有经典歌曲哦，我们来陪他幻想，回忆好不好？陪他好不好？对，然后也是今年这一次我特别准备的这首歌，我希望所有的长者、年轻人都可以一起天天开心，好不好？来，台上开心，你们也要开心哦，好不好？有江湖，你是几把又几把。